No chase.西班牙文我不是这么确定，我看的那个车班到底对不对，所以我有问了一下工作人员。这时候学的西班牙文就派上用场啦，耶，超赞的。果然就是出外旅行到某个国家还是要学一些简单的比如数字啊，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字词，大概就这样子。